小花杨子一直都是一位非常敬业的演员，童星出道的她演技极佳，即使在没有道具的情况下，也能够身临其境地拍出剧集的真实情感来。而在近日，杨子的一组新戏片花曝光后，立刻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。不得不出，像杨子这样敬业的年轻演员确实并不多见了，即使需要忍受被掐脖子的痛苦，他也坚持不肯用替身，一点都不像那些数字演员般娇气。在拍摄的过程中，杨子的脖子都被掐出了红痕，但仍坚持继续拍摄下去。就连此前与他合作过的任贤齐也表示，妹妹确实是一位非常优秀敬业的演员。杨子新剧花絮曝光，片场拍戏太拼命，脖子都被掐红了，仍忍痛坚持。很多粉丝也坦言，光是冲着杨子这份敬业的精神，大家就对这一部剧充满期待了，相信在剧中杨子一定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来，就让大家拭目以待吧。